不接受太平哈，人一定要在现场，赶快去叫哈。人一定要在现场。那麻烦人往这边靠一点，往我的左边靠一点，谢谢。请注意，要宽乘后埔西拉山洞军机的旅客，请到德安航空柜台前面。旅客大家好，那我们待会军机会有一架要作业哈，那有一些收费标准跟搭乘的对象规定要跟各位先做个讲解。那我们待会飞机预计是2:20从东山起飞哈，大概3:00左右会到。那实际起飞的时间就等我们人作业完，人都上完就马上走。那所以大概3:00多左右。那我们收费的标准哦，每个人是1000块哦。那你是军人，麻烦出示军证哦，就不用钱。那我们要办保险。那你是军眷哦，你是军眷，你要有眷顾证。你没有，我就视同你为一般民众哦，一样要付1000块。那我们搭乘的对象是本国籍哈，中华民国国籍。所以请各位把身份证拿在手上，先准备哈，待会我们作业会比较快哈。那我们未满15岁的小朋友跟65岁以上的大人，我们是不收的。那这些人待会也不要过来听候补。那如果你要带小朋友或带65岁以上的老人呢，麻烦你就鼓励有航空后续的航班。那我们行李不办托运，所有人要自己手提行李上飞机。所以你行李很多，有要托运的，那也请你去鼓励有航空哈。那我们有特殊疾病，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孕妇的，我们也不收哈，麻烦自己衡量自己身体状况。那我们不能带的东西运到民航机那边，柜子上面有哈一些违禁物品，不能带的你就要丢弃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托运，所以你自己要斟酌考虑一下哈。那待会叫到名字的，把身份证跟钱准备好。那我看完没问题哈，我照立龙航空的后补顺序讲。那我会叫名字，人一定要在现场。那你人不在现场，我过号之后你再过来，我们就要重新后补，这样对现场的旅客会比较公平。那你超过年纪的就真的不要过来听候补。那喊到你的名字，你就从后面这边走进来，找交通局的哈，给他1000块，他会开收据给各位。各位有报账还是请假的那个收据可以做依据哈。那拿到收据之后，这边领机票。那拿到机票之后，不要离开机场，因为我预计作业完之后，我就要马上今天要及时登机了。那以上我所做的说明有没有不清楚、不了解，还有问题的，麻烦举个手，麻烦请问。你只要手提的上去都可以提，对，你只要有办法提的都让你提，好不好？那还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要过去机台那边叫候补。那叫到你麻烦举手打个右。那再问一次现场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？那没有的话，你不符合资格的，请不要跳过来，谢谢。